威女郎杨子姗因为出演赵薇执导的电影《致青春》，女主角让人记住了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子。也因为这部电影，赵薇和杨子姗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昨天赵薇晒出和杨子姗等人一起的合影，并称姐妹淘欢聚上海，为了健康、生活、朋友。照片中赵薇和杨子姗一行四人齐嘟嘴卖萌，比着有点二的剪刀手，看上去非常欢乐。其中有一张赵薇抱着可爱的杨子姗，两人头挨着头，就像一对双胞胎姐妹花，非常的亲密。杨子姗也晒出赵薇给他们化妆的照片，并大肆炫耀，称知道你们很羡慕，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炫耀。迄今为止最大牌的化妆师加造型师赵薇老大，你会演戏，会导戏，会做菜，会化妆，会造型，还有啥你不会吗？晒出的照片中有一张是赵薇在精心的给杨子姗化妆，另外一张在帮杨子姗弄头发做造型，从中看得出来杨子姗很享受赵薇的照顾，得意的表情显露无遗。